精英圈现在我也社恐，但是交流还好，别，我又进入社恐状态了。这样的社恐就是不要有任何人别跟我说话，就是眼神也不可以对视，因为对视了别人可能就要找你说话了。所以，五年十二万，对，五年十二万，但是逾期的人不能办了。别跟我说话，任何人都别跟我说话。谢谢点赞，谢谢点赞。我觉得我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就像做贼一样。就是活得小心翼翼，偷偷摸摸，你没有被搭讪吗？都。我今天中午不是才讲那个故事吗？那个欧洲老头要说付钱。付钱约我去吃饭，今天不才说过这尴尬的事情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我为什么社恐了，因为我直播只有一个手机。谢谢雨翁今天点赞，因为我直播只有一个手机，就是说逾期是这个意思，直播只有一个手机的意思就是社恐的人需要一个手机来伪装自己，伪装自己不社恐。但是我只有一个手机在直播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用手机伪装自己，所以我的社恐会放大。怎么办，我应该向别人学习一下，大胆的与别人进行眼神沟通。尴尬的时候可以看另一个手机，对啊，但是现在我只有一个手机，所以我的社恐，为什么我社恐？因为我没有办法伪装自己，我没有办法用另外一个手机伪装自己，所以我很社恐，社恐女孩。所以大家知道了吧？这个就说的就很对，我找到我社恐的原因了。为什么我平时没那么社恐？嗨起来的时候你好嗨，嗨起来的时候一定旁边要有个人，有一个人，就是跟我一起嗨，不然我不可以，不然我真的不行。我现在就社恐了。像飘忽像做贼，对啊，现在就很像做贼了。我在这个世界上，我都觉得我偷偷摸摸。哦，是的，我就是原创单曲上传在了斗鱼的页面，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。老刘呢？老刘不是在吗？这不是的吗？在这儿呢。有小刘就有老刘啊。好尴尬啊！我现在觉得别人给我送菜，会让我觉得尴尬。泰国这么暖和吗？热，不冷。今天没那么冷，但也没那么热。现在是冬天。好听的啊！谢谢你，吴亦凡。你今天没穿 JK。为什么天天要穿 JK 啊？在泰国穿 JK 有些地方不能去。今天这是什么？这是鸡爪面。今天街上的学生特别多。每次进直播间都是，对不起，是一个吃播。
就是说有的人可以吃海鲜大餐啊，有的人只能吃面。吃晚饭。